这是中国静心之地福建泰宁，一个让您心灵平静的地方。在近千处的世界遗产中，福建泰宁被誉为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，这就是风情万种的金湖，千岩万壑的丹山与浩瀚湖水交相辉映，成就了独步天下的水上丹霞奇观。仙兽赤壁，十里平湖，甘露岩寺，堪称天下绝景。帽儿山雄踞金湖之畔，百里湖山美轮美奂，九龙潭静谧幽深，上清溪蜿蜒于荒无人烟的赤石翠峰之间，天为山栖，水清石缝，泛舟其间，恍若世外桃源。泰宁是汉唐古镇、两宋名城，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孕育了这里独特多元的人文。这里是被称为民间故宫的明清园，它是福建唯一的民间收藏大观园，将珍奇古建筑收藏品融入灵山秀水，是泰宁旅游文化景观的新亮点。泰宁红军街是全国百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。泰宁古城走过了千年岁月，这是明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业的府邸，尚书邸。他气势恢宏，精工细作，是我国江南保存最典型、最完整、最有文物价值的明代建筑群，徜徉在泰宁县城，古街、古巷、古民居、古井、古牌坊，比比皆是，恍若隔世。在泰宁，不仅玩得舒适，更吃得健康。上清油浆豆腐，金湖有机鱼宴，色香味集成宴席，开启您的饕餮之旅。生活在泰宁，像泰宁一样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。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惬意的泰宁式生活，流连于泰宁的灵山秀水。没有翻山越岭、徒步苦行，有的只是身心放松的超然和洒脱。泰宁山水浸润了无量佛缘，湖光山色中时时刻刻教化芸芸众生。静心之地，福建泰宁，静静地等待您的到来。